天领的不错，举得好，哦，再盖一个，这也行，啊，还盖，往上捅。跳球，比赛开始，向前给，好球，给李慕豪，哎呦，又一个，是胡金秋追上，好球，胡金秋这次是把这个动作做完整了，三连接前篮板，哇，又一个封盖，这是胡金秋，一个顶一个，再给胡金秋，清楚啊，清楚，打得非常清楚，追平。嗯，我们要莱斯出球，让其他队员去处理。啊，胡金秋像小鹿一样蹦进去啊！弄好了，国内球员可能能够帮助吸引更多的机会，反而影响到了年轻队员的一个发挥。这现在完全乱了，绝非偶然啊！绝非偶然，一定是他的平时的积累，包括综合的能力。这是个传球啊！突破被于德豪断走，一个二打一的机会，好球。于德豪连拿这五分，游离在这个进攻之外，球也没有给到他那里。莱斯的单突被盖掉，第一时间去推反击。好球！都起伏，对啊，每一场比赛都保持着一个非常，哇，又是一个追身大帽，胡金秋今天的第四记封盖，对啊，非常出色的防守，开始我记得是三对三。对，后来就全是广厦这边一直盖，垫两下还是进啊，不错。是的，其实这个的更换球队相对来说处理的还是慢了一些，是，而且呢，比赛也需要他们这两个外援啊更多的去适应。在这一轮系列赛里面，深圳队表现的已经足够值得人尊重。对，他们以现在这么一个残阵，三名外线。